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开箱 BOM 的新产品 AirTag 保护套。目前呢有四个款式，分别为 AirTag 豆扣钥匙圈、豆扣挂绳、吊绳钥匙环、颈挂识别证套，可以搭配不同生活情境使用。你是不是也常常忘东忘西，出门找不到钥匙呢？ Apple 推出的 AirTag 就是在拯救我们这些人啊。有了 AirTag， 宝贝的物品找回来的几率都会大增。但是 AirTag 上面又没有打洞，若是要和钥匙、宠物、名牌连接的话，就一定要有保护套。首先是 AirTag 的豆蔻钥匙圈，细胶材质搭配不锈钢钥匙环，结合钥匙圈功能，耐脏可水洗，经典可爱角色豆蔻，让你可以随心情做变换。喜欢简约的哦，也可以用素色的蹦款做搭配。第二款是豆扣挂绳款，这款的绳子就比较短，构造也比较简单，适合绑在包包上面作为个人特色的配件，也可以用豆扣挂绳把它们绑在宠物上哦。第三款是钥匙环的吊绳形式，有些人习惯有一条吊绳来使用钥匙圈，这样子你忙碌的时候就可以空出双手来拿饮料、包包之类的物品。另外，吊绳也可以绑在包包上面当做配件使用，可以依照个人使用习惯挑选哦。第四款是颈挂识别证套，有没有遇过找不到识别证进不了门，或是不能打卡的状况呢？将 AirTag 搭配你的识别证使用，就靠它啦。四款产品皆可以任意更换豆扣，搭配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款式，也能随心情变换哦。那这四种产品呢，安装 AirTag 都是一样的，只要把细胶拉开之后放入，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它会掉出来。如果喜欢这次的产品呢，欢迎到BOM科的官网来逛逛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创意商品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BOM makes you different.